Before 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。其实记忆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，尤其是这个瞬间的。只要看你一眼的瞬间。他们也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来问我要我不要玩这个游戏，那我也其实没有拒绝的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来玩了。要快点，快忘光了。五哦，五，绿色，答对了，我答对了。八，红色。哇塞，我太强了，我根本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当魔王好了。哎，你不会第一个吗？第一个是最好记的，我看了快30秒钟了。第一个是蓝色，三，黑色。答对，你看全部都对。哎 ，BPO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洪都拉斯。哇，这么好玩的记忆的一些游戏啊，其实平常你大概都玩不到，所以你一定要锁定我们小夜之夜的节目里面，看我们所有的艺人来闯关哦。闯关成功的应该不多，大家记得收看。